太久了。训练肌群壳啊！哇，你磕的是肉，磕的是左腿啊！但是明天估计右腿很酸。嗯，在右腿。因为万老师本来是腿疼，完了之后胳膊胳膊疼。我胳膊落枕了。胳膊落枕。那你给他看一下，他说他胳膊老我只能，我现在只能这样做。什么？我不能往后。他这么严重吗？他真的，我今天早上在电梯。爸爸，你我不知道怎么了。啊，对。然后就是不是这里？这里不痛，等一会儿下去捏下边。啊，辛苦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嗯，不要录人家了。我的分手。好痛！放松，没事的，放松。我的妈呀，特别像在压腰，就舞蹈那种。放松。我感觉这个比劈叉痛。再见。没事。我眼泪真的要出来。现在揉起来没那么疼了吧？对，最疼的劲已经过去了。是的。啊，真的没事。小齐吧，在想输出的最后，那个谁，最后男性。